开始摇，哎，有人徛，嘉文啊徛，来，这个就是闪光灯，点下去，这个好来，先开的好，好啊，你手麦去聊一下镜头，好来，开始 ，Hello， 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，白同学这一次来办这个铁粉活动的快闪，今天美中不足的，安怎来着？伊拄啊伫遮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那个条子先生有来这边，嘿啥先来。再研究一下，来迄啥排解万难之后，然后人来汹涌来，英雄来，看到惊着，所以我们只留下长进了一个铁粉，还有这位，还有现在摩托车骑过去那很大声，那个也是可能其中之一，那个但是我们不管了，因为那个临时状况已经解除。来，同学来入境一下，有入境啊？怎么称呼？你那个给你我给你啊 ？YouTube 叫什么名啊？陈大头嘛，你都要广告中，所以你都要好袂歹，那个掌声鼓励鼓励。所以刚刚在抓那个，他们就没有来，现在就开始过来啦。刚刚你有说你有先到南坛，就是你嘛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什么是北京呀？有啊。哦，你安动作袂用，我会惊。没有。今日咱迄个啥铁粉要颁发的，来先来大吉大利三六，你要贴哪里？我们要送出那个贴纸。啊，等一下我们贴完之后，我们要开车出去游车。吹什么沙？哈哈哈！来，我来换做谁了？来过来，你运气好谁哦？来，同学，卖背对镜，就这样。来，同学，你要贴哪边？右上角。右上角。有塞车留用贴遮。白同学，我的沙帮你切切敢好？用你的哦，较近的啦，近一点。对。我贴贴贴。好，加50块。谢谢啦，我甲你讲啦，这真正拢拼气魄的啦，你敢知影？有拼气魄的无？无去。有无拼气魄的无？你还讲有啦？啊，你要贴是白同学要贴。无，你答案啦。袂歹，你那个猜中唯一的答案了。你的姿势较重要。阮做个换姿势，来，你拍那个迄个啥近照。哎，雨水啊，这卖扫着嘛？哎，袂歹，哎，你运镜袂错呢，袂歹哦。好，安尼会使。要配音。好。啊！片啊，来个起哩。来，这是算恁七啦吧？来，一二三，咱做个啊一下，敢好？来，一二三。啊！等一下，长进那个要来啊一下。来，过来，白星同学换你啦。白星同学，他，我跟你讲啦，咱讲要办这快闪，来拢是铁粉啦。无啦，啊，进广告，好，袂歹。无来，嘉义卖甘要讲铁粉啦，卖来这套。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台北来的这个同学，打算要贴哪边？前档嘛。好来，你豆饼加饼。你豆饼加饼。对不对？豆饼嘛。加对。七条呗。七条。袂歹，我来讲，要使用之前一定要先查一查。铁粉加一。铁粉加一哦。蔡嘉欣。哦，我讲阮嘉欣真正一定爱甲拜拜来加掉，来较近。白星哥站，较近嘞。好，打了。你看我的手还佫迄落，还佫咧受伤嘞。这会佮要打管嘞，而且我是感觉佮拄我好。好，系啊，干下去了哦。干下去了。来，一二三，安怎啊？啊，好，佮起来。好，大概我们今天铁粉的颁发活动就到这边啦，其他应该是。应该是好，那我们要去夜游了。好了，然后、那個、白星哥有瘦，然后像有瘦。白星哥，我是啊，我没有瘦。我跟你讲，下一场的时候就是换高雄的部分，那个我们时间会抓得比较近，较袂喊你了。啊，因为这个嘉义吼比较临时的话，白同学吼，因为就是他们来找我，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招呼他。我们先去夜跑一下，来开始了，好，行，我先收好势。啊、真的还会开直播吗？各位先走啊，都再见啊！就你这台车平安顺。我等。跟观众再见者。拜拜。哎，佮自我介绍者，见嘞。哦，Google 名称叫陈大头。陈大头，袂歹，一看查一定有大哦，袂歹哦。好，OK， 来，好了，啊，你帮我提我的包包嘞，好吧？好。啊，我来塞，你收起先收。好，不要拍到前面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咱铁粉的快闪活动已经大概在这里告一段落，因为拄只。
我说夜游会直播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，我们都会直播，会接照啊。你们大牌。我遐先进去，你大麦麦会得哦。来，嘿，你就转这个角度。有。因为有一旁，召集人一谈。我就跟他讲说要在蓝潭了，然后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顺路就直播到仁义潭那边，有看到就发。游车河是什么意思？游车河就是好像是香港的同学讲的那个，那个啥，开车点。吓死我！来，我不要进。刚刚耐气的不小心按到断波，好不好？紧，东西都上车了。好，再见哈。你车牌无了啦吼，无我要乌白走呢，因为我还佫要卖了的啊。真的啦，要卖了你要对，真的啊假的啦？你帮我扛入去，帮我扛啊，钥匙拿给我。来，我们现在没有，刚刚我们那个助理他去帮人家按到那个那个啥断波，吼。巧。来，我先替助理上车进来，来。小心跟我要带你们去哪里玩？我们要去仁义潭那边，仁义潭那边刚刚有同学私讯说他们在那边等啦，啊，但是一客人那个直播刚刚没有看完，我们就是顺路过去玩一下啊。最主要白星他们没有来过这边，哎、欸、呀，我管凉哎，哎、欸，我哪出来炸坏收拾出来了？我讲今天自从下了最高到最料，下了最高那边北七北七哎、欸，我出门说带我的钥匙出来了，惊到，好，来，安全带把它系上，我们要去夜游了。嘿，好，谢谢啊！啊，怎么要出声哩？唔出声，对啊。敢要搁出声？敢要搁出声者？应该是不用啦。唔免啦吼，要录进无？确定哦。我在嘉义，他在。好啦，无要紧啦。好啦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拄啊，叫人出声，无爱出声啊，实在吼。没有，因为那个快闪真的是时间太赶了啦，无要紧啦。啊，这个就是有缘人呐，哎呀。哎、欸，收拾这几条啦哈。来，哎，但要去仁义潭那边好像讯号不是说很好，但是去看看好了。来，我们今天的鱼星节目开始了。哎，开长坡在游车河，我们才气血，对不对？嗯。多迄个字眼在走，我那个访问者，不能走，无声啊，无声啊。刚有一个字眼，就是在那边一直哭啊，看起来好像很难过。后来警察来啊，警察来人就跑光光啊。好，走了。哎、欸，这间 Seven 银行可以当入去无？这个就是同学讲的加大。哎、欸，同学这样收应该 OK 嘛？哦，这我就话教起了。哎、欸，但是你门关不好哦，还是你升降机啊？它升降机，我卡卡按了对啊。病人要绑架会启动。好 ，OK。好 ，OK。哎，后边人在给俺保护了。啊，都叫你出声，佮唔敢出声，实在啊。另外，同学，如果说有见面不敢露脸的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的话，你按一，我来看一下啦。你快点啦，我还没上车。小心！啥、啊、事啊？我惊到，我当初你还袂起来，哪有你的声嘞？惊到！再慢一点，等他来，他没上车。开敞篷来这个山区直播，应该是会讯号比较好哎。说你慢慢来人力，广告中没有。来广告中那一个，给他掌声鼓励鼓励一下。我等下来采访哦，采访完那个遮车牌都忘记拿掉。就刚刚他也忘记。对啊，你也处理。被警察拦。同学要去哪？就开车夜游啊。白同学的直播好看就是怎样，我都开车乱走。白同学，我车门还没关，你怎么走了？是哦。小路阿晴。没办，我现在在打开。哎呀、啊，我很小心，哎、欸，小心我讲今天你家足厉害。昨暗尾啊两点半私讯在甲你确定一挂问题时，结果你阁有法度回复，我讲你真好搞，掌声鼓励鼓励，哎呀、啊！我到高雄的时候，我们再研究一下，哎呀、啊！我刚才我一个助理甲报告啊。蔡志明说前有白影出现，乱讲话。无啦。白同学，你的车修好了吗？车哦，应该算好了啦，哎呀、啊，他。
目前想把它整个敲，把它敲破，我估计大概供掉，已经那个意愿已经不高了，目前还可以的。啊，这里是嘉义大学。哎，但个塞灯没聊，应该还好吧？应该还好，还好了。镜头好正，因为我们在开车。我给换了啦，哎，我换了。啊，嘉大的话，它有好像，哎，嘉大好像三个校区，林森呐、啊，阿嘎南坛。哦，嘉义大学。对，嘉义大学。今天是开白星同学的车哦。对对对对 对, 对。今天的车丑丑的。哎、欸，不要乱讲话、啊。不会啦。后面怎么坐两个女的？哎。啊，乱讲。乱讲。会来花莲吗？镜头就放在前面。来，赞成我们开始来。那个啥，小试一下白星这一台车的那个加速感的加一进来，哪边开始？白星干嘛加一者？原厂车没有什么加速感。来，好来哦，四速先甲变落啊！你这帮我换了许，哎，山区我稍微帮你测试一下啦。我很加一喽。好。我开很快喽。无啦，开60而已啦。开20而已哦。开 D3。OK， 民雄应该 OK 啦，有谁？这就是白龙雪友善试车，我来看好了。注意安全。对啦。友善试车。白龙雪上安全的、啊。这1922、193。192。你换好，你换好。你后面会不会怕？什么？你换者。那个荧幕帮我用一下。你换者。惊到。惊到。Oh my god！ 这应该用个 D， 慢慢用个 D3 呢、欸，我看乌龟迷上跳档给做顺的嘞，我觉得那个五档来讲的话，绵密度真的好很多嘞。我自己都没看到。安全带有系上了。有一定是啊，你唔爱咧晒啊，六十名来 D2， 对吗？这个要用 D2 下去跑。这几档啊 ？D 二档，现在二档。好快哦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六缸真正好像，真正动力绵绵不绝呢，吼、哦。好，第三，你搁拎一下，换一下，伊才较好震动。不能超限，无等下过来还同学高潮。好，第二。哎、欸，你这台车当动作组手把咧塞，真正真赞。他那个换挡绵密度高。哦，这边灯会这样子。要修嘞，哦，惊到，惊到，吓。这路灯已经坏很久了呢，今天还做久的啊，拢无咧修理啊，你看，而且这蛮漂亮的哦，这袂歹啊，我跟你讲，这真正袂歹啊，好，第三，好了啦，我现在路顶啊还是做艰苦的，卡了哦，卡，这里就是那个喜巴喝家文那边啦，哎，这边也有人呢，这嘛有，根本我是感觉我较介意这里气氛比较好了，压掉卡。不要吓观众，我是跟他在 KU 他好了。哎、欸、好了。哎、欸，咱一行完没有？老公卡了。哦，老公卡，把他伸出来。我看考验没过咧，没有。不是有在叫，在叫啊啦。有人在叫啊。你的粉丝来了。有人在叫了。我跟他们讲说，在那个。193也在那里。都弄底下了，我在洗头就好了。小恩没有来，小恩在睡觉。小朋友那么晚都不要出门。开到麦寮不就要午夜了？还好啦，白星都时速都开160了。裤底一包，什么是裤底一包？裤底一包惊死的意思。就是会惊啦，恁遐只狗熊跳出来惊着。有人在叫你们？无啦，无啦，应该是幻听啦。窗户有没有可能一直叫我们？是啦，底下着啦。就拄我刚刚遇到的啦。这嘛不是93。是啦，这是啦，这是啦，阿中啦。阿中，哦，林平。哎、欸，同学，请问一下那个仁义潭在哪里？仁义潭很对哦，我们在呢，我外地来。啊是哦、喔，我咧直播被录进去哦。啊，买啦。来要被录进去哦，进来哦。开始。要开始啊、喔。来进来。来进来，讲阿母我上电视啊，进来。哦，这下其他谁在拉锯？发帖子。有些拉锯呢哦。妈妈，你好。我们上次有在加大遇到你。我们现在遇到你了，对不对？还遇到你呢。我这多晒个人是你哦、喔。一我们刚刚在那个路边、
那边哈，对，我都拄啊过，我就讲吼，过来刚好讲爸爸嘛。我看那个 PI 哦，你讲爸爸嘛，好，袂歹。还有看那个开箱，也有订阅。袂歹，来，你要我那个采访一下好了哦。哎呀，你等下我先提台，等先，边来来。白同学下来。好像哦。嘿，我有狗，你要下车吗？你先等下，我落来就好。还蛮乖的。来，我下去跟他们突击采访一下。来，来开始啊！来同学，我讲你，你是阿中因囝的哦？不是，不是哦。哦，未歹哦，嘿啊，拢同行的哦。的车友。哦，是哦。哎呀，错，恁是拢嘛是习惯来这里聚会的对啊？系啊系啊。爸爸在那边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带卡电来阿中。没有，我跟他认识很久了啦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我们去南塘那边有发生一些小插曲，嘿，就是有一个阿姐底下一直哭哦，然后好像心情很不稳定，所以后来那个条子大哥有去那边关心，那边气氛就非常的僵啊，对啊，然后后来人走了了，后来我的兄就大概我们就发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要来夜游了，哦，哎呀，中。对啊，我刚好刚好到这边，好像他们。因为我是刚刚来家，刚说，我第一个发贴纸，我是来这个地方发。来看一下我们嘉义人的代步车，我们嘉义人的代步车就是这些车子。嘿，来，美女拍我要拍美女，美女要来入境者不？不要啦。来啦，已经翕落呀啦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紧的来。过去啦，来。这应该恁惊到啦，敢是？来，你有啥物肺腑之言无？我对着较清嘞。嗨。有咩事？你怎啊是国小级？拉光。你那同阮惊啊差不多呢。吓啊！我惊啥？够清有，我觉得有像小恩的感觉哦、喔。真正，你袂歹，来，这个补光的，这个甲加50块。真正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。吓啊！啊，你。你看到白龙雪有没有觉得白龙雪本人很帅？有。白龙雪觉得说哦，嘉义的小孩就是像你长得。真诚实。我在港的。哦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先放下。嘉义的小孩像你那么帅、那么聪明的，只有你一个跟我家那一个而已。开玩笑啦，弄作起来。我觉得你那个面对我讲台语演听有。我刚才你看到镜头，你不会怕，我觉得你不错呢。你有训练过吗？有上海表演。你当看这個，所以你的专长是啥物？是表演啥物物件？表演什么？你上台表演是表演什么东西？乌克丽丽呀，乌克丽丽，还有那个。就是讲故事，你会的东西都跟我一样呢。掌声鼓励鼓励。哎呀，来了，妈妈来录镜后，你妈妈长得那么漂亮，去学校你会不会觉得很有面子？妈妈进来啦。哎呀，我看你写不简单呢。你安尼处理视觉年龄的话，你控制的很低，我是觉得不错呢。你有什么保养秘方来当搞你同学打的不？无啦，还是逐天看白龙雪皮的变笑了。未歹，大家笑来笑。好，未歹，你这个儿子非常的那个啥外向，未歹。生一只，生两只，一只。啊，不还阁生哦？我是要生未出来啊。今天不错啦，就是这个小孩子面对镜头不会觉得恐惧，你未歹，你要绝对像白龙雪安尼。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？没办法啊。好啦，我们要继续去游车河了。好，感谢这些美女。那美女，没有入境的哦。进来。我们走哦。好，没办法啦，感谢你们哦。我们要去继续做节目了。谢谢啦。好，再见。咱行过风沙是真的，对家己将来拢无感觉失礼。那我们继续夜游。所以阮家哦，边个讲？嘉义这边天气比较热，所以流行都开那个没有屋顶的。哦，对了哈，应该对了哈，没有屋顶较俗嘛。经费有限的吗？对啊，人我使无厝顶的，我较早迄个啥厝边有啊，之前旧厝伊讲吼，少年你若愈来愈无钱，对四门换到两门，门愈减愈少，不然佫无厝顶，嘿啊。好了，走了。嗨一下。来，你嗨啊，好来。第一次，是要跟他说我摸拍谁啦？你也会爱，真喜欢。
是哦、喔，他都在看你。来，你刚刚聊好，来个落来，我唱歌给你听。咱行过的风山是真的。因，来你给他直播嘛，我给你直播啊，我要拍过去了哦、喔。来，这个叫做双直播。你再比他那个美女，美女的那个儿子在这边跟我直播中的直播，哎、欸、哎，没拍上呢。没问要屁股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先走啦，哎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好，谢谢哈、啊，拜拜，好，谢谢。你躲起来、啊。好。他会害羞啊。好来。你这真的操作对了哈。好了，来，我们继续，我们来我们的夜游活动。好。咱要来塞去一种上暗的所在，要让同学足惊的。拜拜。好。我们要去踮一个无人识识气氛的所在。好，来走了哦。好，再见哈。好，感谢你们支持哦。哎，记得想我呢。好，来，甲摆坐好，行。我们啊，你回转身，咱来拍这边，无许人会看到迄落的高潮。欸、我之前拍迄种迄个啥，哎、欸，你来过哦。过来过。咵，甲你骗的。哈哈哈！迄内底啊。迄个种我顶个讲个小石顶就伫遐，一个秘境啊。啊，这里可以坐车来这边接吻。对，这边很漂亮。哎、欸，你那以为大队到底是？还没亮灯，没关系。确定了，你哪边？可以啦。你哪边别加嘞啦？可以啦。白星这个同学，他就习惯把那个把那个油把它用的非常的少。来，咱先来看啊，还是银行要多一间？啊，银行多一间啦。行行行，不要紧啦，来多一间啦。干嘛？够房间无？我们叫小姐。我都喜欢在这边开车这种感觉。这个很棒啊！迄间都赞咧。所以嘉义的话，就是可以这样。紧张也没有。像像的紧张。那个蔡嘉欣。蔡嘉欣的紧张，有什么紧张呢？怎么办？小心问。哦，无以为先，才看到一个同学要来救啊！啊，后壁人咧队咧无差啦。诶、欸，银行间嘛无咧用巧克力来。啊，无差，伊讲无要请白星来带车对咯。白星实在。你夜游嘛？嘿啊，我要夜游啊！啊，你真要队哦？好好好，来，我甲翕者。我要甲你镜头要转过啊、哦！后面那个。我刚刚自己在掌嘴，你也无代无志，定着断波后边迄个咧搞，咧搞迄个啥，跟咧跟拍啦。好，没有办法，缺颗音了，我们就走了。社畜遇到粉丝。你搞得掉哩？对，换白同学按到了。你得掉哦。你要冷气哦。系啊。拍死啦！我来甲开开咧，敢会使？可以啊。系啊。可以。没有关系。好。叫右下角 F5， 我也无 F5 啊。Cos 张嘉文，没有那个、啊、那个很奇怪啊，讲好准呢、欸。哎、欸，等我看。是准备道路救援的吗？应该是哦。扣一百。哎，但是我刚刚那个汽油帮补说，没来讲，加满油比较不会坏，我每次加满油两次都坏掉。对家瑞啊。哎，天长地久，你有没有体会？天长地久。对啊。对家六爷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有两个吊桥，一个非常高的吊桥，然后一个非常高的吊桥，然后一个非常低的吊桥。哦，不晓得。我没有，有开冷气啊？有开冷气啊。后面应该吹不到了。你叫我都走偌济？后面是乱流。500公里啊？对啊。502，你这样这台车 O 不 OK？ 应该 OK 啦。你别当我应该。那还会有多久才会到市区？大概搁超过5-6公里。那可以啦，可以的哦。20公里都没问题。是哦，真的。好，哎、欸，我去你那头顶是该搁30公里的嘛？哎呀哎呀，我因为我是习惯大队啦。体能不能走啊？我们不会走。啊？什么？他说体能不能走。走什么？天长地久。哎，晚上如果去天长地久走那个黑管定的吊桥，能加几天哦？没有加肉猪油啦，对不起。肉猪油也啥小？不知道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看那个画面好像还蛮亮的，夜拍还不错哦。对。我自己用公手机夜拍还袂歹呢。但是应该要看后面那个实际直播出来的比较准吧？哎、欸，应该是的、啊。你看画面会不会很
我画面有点卡。有点卡、啊，刚才直播好过几下吧。现在可能在我们的头里，我们已经看到重点吗？是哦，那就不错。可能每个人网速不一样，所以。同学，你们觉得萤幕这样 O 不 OK？ 现在有没有到720？画面很亮，很亮，现在还 OK， 还 OK， 好喝。结果大海军内底上危险的军都开始卡，不会卡，不会卡，好。没问题，480，480你足低呢，顺畅720。好 ，OK， 好，有报720的 okay, 会大富大贵。玻璃比较脏。玻璃也不是啦，那个外面有雾气的，这个玻璃现在蛮干净的。这是山区啊。哎、欸，720了。哎、欸，台北若要这个所在，是爱入去对。山区咯，山上。山上嘛，哎、欸，你还去阳明山种没有？到底哪里有720？小心再问。720是什么意思？720 DPI 啊，哦、就是。阳明山吗？啊？阳明山，阳明山比较高啊。三峡。啊？三峡我就不熟。阳明山啊。对，应该阳明山。哎、欸，象山是伫对啊？象山在爬山的在信义区。哦，信义区。101旁边。哎、欸，去啊，旁边有一个。基础寮。真正一个山啊。有一个山对。啊，关顶搞关顶嘛是有。北宜。也是有那居民就对了嘛。没，我晓得那边是步道啊，啊，但看101很漂亮啊。乌、哦、来啊，今我刚大台北未歹呢。买了，台北物价很高。但我上次去台北，我是觉得说，那个他去郊区也是还蛮方便的。这样三要用双脚。因为台北的快速公路很方便。手机小心，我好像没有720。用电脑，我记这信号就白，就乱走啊。齿轮可以就开到油没了就。不是，但行啊，直接带去加油站嘛。哦，对。你看这种野狗嘞，来我要反问哦。有人要理你？哎、欸，几只呢？好多、哦，好可怕、哦！哪几只啦？太扯了吧！至少20只野狗。这个是人变的还是怎样？可是他们都不会乱叫。卡了卡了，哎、欸，他们有没有脚？卡，有脚了哈、哦。有卡，哎呦，30只哎，这么扯。这边是小只的。这高哪几只啦？很可怕、欸。捕狗大队应该当来接啊、哦！我同学胡家伟今天生日，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？好。胡同学，白同学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友谊长存，阿你敢塞？没有就靠腰了。白同学教你那个许愿的方法，许三个愿望，一个两个说出来，第三个就是说，一个愿望再换十个愿望，阿你知哦？那就是许愿的最高纲的方法。永远许不完的愿望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讲这白天来晒群，感觉就好。哦，恁遐那屎尿气的味啦！对啊，哦，臭，尸臭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尸臭嘞，好臭哦！同学，刚刚那边有尸臭味，如果有后来有发生什么事的话，可以去报警。可能有狗死在路。哎，应该是狗死啊，好像有那个动物死掉的味道。掉毛。现在信号不 OK？ 信号这么还塞哦？哎、欸，后边人咧对咧，感觉较袂遐惊哦，你敢有感觉？惊到 OK。OK 吼、哦，袂歹，俊良啊，有 okay, 那个有回报啊。哎、欸，这水高嘞，就恐怖哎。水高，哦，高兴到一只，哦。这只是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来，这里是那个避震器的终结者，要注意，这里要很慢。哦，这狗叫，因住的这到底要吃啥？吃你的吧。吃我的吧。OK。叫他们去、OK ，好，叫他们去吃烧啦。这夜游我们再喝口，拜托哎。白同学来创一下记录，直接直播一个大白鹤。董内哥说：“白同学，从你还没有红到现在红了，你真的很棒。”有吗？有红过吗？是开 W210155。没拜。哎、欸，这只叫啥？720哦，好，不错。有720 OK。好，多谢你啦，多谢那个董内大哥。张伟说：“白同学等我。”啊、哦，不要去吃，敢是？哎、啊，我们开很慢啊。还好啦，后面刚刚有一个不方便，他不敢入境的同学，在那个蓝潭那边就保护我们到这里，一共没断一滴夜游啊。另外一台后面是谁？不过不在呢，他刚刚那个蓝潭那边跟我们集合的。哦，就是哦，又卡住了。不要紧啦，接。
这里会信号差是正常的。直接北上啊？好哦，没办哦。你这狗哪只？好可怕哦！这里面有一百只狗在这里。我今天我怎么还惊醒？不要看后面。我们先到先去加油站。我们后面还有垫底的，比较没关系。哦，对了，至少还能叫他去加油。救援组在后面。对。信号不好。信号不好，我给你等一下就好了。恐怖片都是后面的会先被抓走。不要乱讲话。有吃到狗肉吗？我小时候有不小心吃到过。阿里山。不会，阿里山。你也没拜，你这样子问我，我一直回答，好像那个快问快答。好，开始。抽他的油。来，白龙雪快问快答活动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没有人讲话。好，来，有没有吃过果子狸？还没有机会吃到。张伟伟说我要去了。要去了，去了的是那个日本朋友说我要丢了，丢了的是没了。张伟伟说加油中。加油中，我们要来加油呢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找加油站。有36弯。三十六弯第一种黑的啥？那个黑的啥？白头学第一台米浆是问号。136手牌318。有割过包皮吗？没有，包皮。7.5是真的吗？真的，让它勃起真的17.5。白头学待会会吃宵夜吗？应该去看一下粉味的，应该是 OK 了。眉山怎么眉山就是36弯那边。哦。然后这边是比萨斜塔，嘉义的比萨斜塔。太平天梯。对。不是太远。等一下，先开去加油站。夜游到几点？我们就是要去那个。这里有土基层吗？拖给谁啊？在上面有。会拖土吗？哎呦。拖土会哦，所以我不能蹲下来洗澡。蹲下来洗澡，它会淡掉水啊。卢阿星说：“问白同学什么时候要来彰化用方向盘？”哦，那个方向盘，那个我跟你讲，原本我要去的。结果我那个冷气坏掉，大概可能我再找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去找你啦。第一次是几岁？第一次哦，到现在还没有。有把包皮拉到极限吗？包皮长大之后，它自动推到龟身的后面。白同学一天最多几次？你说尿尿是不是？尿尿大概4-5次。我刚才没拍胜，快问快答没？快问快答没拍胜。我怎么像助理求婚的？我直接跟他讲说，我很喜欢你，很爱你，当我男朋友没有，当我女朋友好不好？他说好。会碰到马桶的水吗？会，那个做事的，带你把他赶回来，这把他赶回来，被没电了，赶进去，给赶回来，对，会碰到。白同学几岁头才出来？头，我头那个小时候就出来了啊。可以18秒就射出吗？我大概3秒就出来了。白同学都不买 BMW 以外的车吗？因为我买不起。10万 QA。10万 QA 过了啦。哪时要来彰化快闪？去跟那个什么阿红突击检查的时候就会快闪。体验几次？大概一年只有一次。一次挡多久？大概6秒钟。白同学吃什么长大？吃烧。会滴到血吗？什么滴血？为什么？滴到血？会，我每次尿尿都会滴到那个鞋子。胡乱时间。胡乱时间，每天都在胡乱。小恩有女朋友吗？目前没有。尿会尿到马桶盖吗？会，都会滴到马桶盖，因为射不远。哎呀、啊，我刚快问快答，声量还上瘾呢。欢迎来。台中夜游，好，赞成。最好吃的。多迄个桥都摆，伊规个头拢用个气球包咧，你唔知？你唔知影？我唔知。真正啊，多徛过尔。小三哦，没有小三，有小四。射过心。无法度。一年一次6秒。6秒尔啦。烧真的咸咸的吗？烧真的有点咸咸的，我朋友讲的。会洗厕所吗？我会洗厕所啊，那怎么不会洗厕所？那上次试车换换的 C300 有考虑会买吗？应该是目前是不会，因为没有钱。在哪里生小恩的？在台湾的某个地方生小恩的。可以放风筝吗？放风筝，我听不懂那个意思呢。那个狗肉吃起来有骚味吗？狗肉讲真的，小时候印象吃好像蛮好吃的，不小心吃到的。喜欢什么姿势？喜欢这边来，昨天刚才休息。空中小姐。白同学，贵庚？贵庚？今麦几点啊？今麦迄个11:50，我咪去找迄种加油站啊。
因为现在油表完全大底啦。房子入住，你主粉丝可以去吗？嚯、哦，当然可以呀、啊，就在地堡最顶楼那边啊。所有车里最爱哪一台车？不会咕噜的车我就喜欢。加92还是95？我都加92跟95，因为92较升级。加98。但是 BMW 我都加 ，BMW 就至少要95了。这台车可以上快速道路吗？这台会啊，这台敞篷，哎、欸，你敢捌在高速公路开篷啊？有啊，有啊，我们敞。我蛮爽的。哎、欸，蛮爽。啊，但是很怕头被削掉。白同学的136敞篷已经异常震动有解吗？哎、欸。目前还好呢。有偷穿阿嬷的内衣裤吗？我都穿隔壁邻居的内衣裤。你几岁开 YouTube 频道？问这个同学根本没有在看我的频道才问啊，对不对？麦当劳都吃几号餐？麦当劳都是为你。我怎么被开始一种答非所问啊？怎么开始生的快问快答，答非所问？开始。麦当劳有妹妹吗？里面都是帅哥。白同学骂曲收到了吗？啊、哦，白姓同学。什么？他说白姓同学骂曲收到了吗？哎、欸，骂曲收到了吗？哎、欸、呦，你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啊，有人问你。哎、欸、呦，你俩在？对啊，怎么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哎、欸、呦，啊，可能有一次我在 FB 有征。白同学买车买房子了吗？就这一家、啊。就这一家、啊。那一家是嘉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。还有啥小林叔的房子，在嘉义的人都知道。白同学，你会开大牛吗？哦，拜托，当然不会啊。拍 DIY 影片，那整排房子都是白同学的吗？欸，目前不是啦，以后会想每一间每一间把它买起来，叫他搬走啦。你梦想的车是什么？欸，136。你常穿的内衣是阿公的吗？阿公的，对啊。我怎么刚才一想讲，欸哎、欸，同学来做个导航片。我们现在车子快没有油了，黑人最近的那个大海路那边，好像都是那个中油的加油站哦。我怎么能今天吹一种？敞篷车开冷气会凉吗？很凉。会啦。敞篷车窗户要关起来。敞篷车不开冷气不行。给、欸、我定位是定在台北。你定在台北啊？它一直不跳。白同学当 YouTube 很快乐吗？非常的不快乐。白同学的86拍完了吗？那个每次要来都刚好下大雨，后来就没有联络了。353要去哪里买粉丝制服？353。353你傻小。贵，哦，来。白同学生日几号？888。有了，前面有，但是还要再走一段。白同学去哪里发帖子？我可以跟发了啊。白老居骑车有雷残过吗？有，那个右脚一个大拇指的肉不见，要到了。搁头前迄、那个，但迄个我会记着，我会记迄、那个，敢开的是点钟？白同学跟白星，为什么有白的都这么帅？嚯、哦，那个同学那么老实，把他掌声鼓励鼓励去呢。前面有啊，我已经哎，我当初已经，我当初已经唔记得了。你的冷气修好了吗？应该差不多了啦，后来不太想修了，就可以吹就好了。要先断掉直播。不用啊。嗯，哎呀。挑战啊，拍摄今天休困啊。哎，休困哦。拜啊，啊有啦，没有没有，有啦，好。啊，有酒吧啦。听到。哦，有。应该有酒吧啦。有。哦，好佳哉。来，我想让恁同学看，油表已经完全大底了，好加载啊！白星同学的车有油脂 XK7，那是 K7啥小？不晓得。好加载。来，好了，感谢同学们陪我们夜游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那个观波的动作哦，还有看到这378位同学，大家平安躲探子，再会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也是等下加油了，佫特别来直播，别来塞。加油直播嘛会塞啊。OK， 我们先断掉了，无为人的高潮了。好。好。酒吧加满。等一下，我们再随性再乱跑，就我们要先关掉，啊，无人会有高潮。无话题啊，有滴滴滴。